击对他的可怕性。热忱就成为阿纳提斯大陆的中心城市。研究者将原机与人工智能结合，创造了第一个强人工智能贝尔斯登。我们将热忱的市政管理的权限交付给他，期待着更繁荣的时代来临。这是贝尔斯登事变，这场事变几乎摧毁了整个大陆。三位英雄创立了夜鹰集会，带来新的转机。他们定义了原机智能的崭新形态，创造了人类与原机的结合体，简洁智能。向导曾经在重构仪式上的出色表现。木板，哎，海宁，不愧是向导啊！接下来我们需要到重构大厅进行报名了，向导要跟紧哈米利亚哦。这就是向导作为热忱最后一位向导，通过重构仪式让热忱重现往日阿塔提斯中心城的光彩。一直以向导，这就是重构仪式的报名表了。点击这里输入姓名就可以启动注册程序了。现在向导回归的话题已经占据了阿塔提斯各大社交网络平台的热搜第一了。这一计划在帮助所有向导，所以即便重构型这里内置了任务，哈米利亚也会适时的出现为向导讲解。向导，接下来就由哈米利亚带你了解一下正式参与重构型的准备工作。首先我们需要决定参与本场重构，了解简洁智能的性能，接着点击备战按钮。确定了简洁智能之后，每位向导都可以携带两个共鸣技能进入重构赛场。随着向导重构等级的提升，还会解锁更多的共鸣技能。真的选择我的话，你准备好了吗？
要是只是撕碎敌人那么简单就好了。
ally has been slain.
早说了。